大家好，馄饨好吃关键在调馅和汤底，今天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，汤鲜味美，一口馄饨一口汤，太香了。做馄饨馅选择肥瘦二八的鲜肉，口感最好。先去掉猪皮，切成大块，然后再切成小块。切好了肉块上面倒入干虾，一块剁碎，剁出来的肉馅吃着更香。 剁成这样，有些小颗粒状，放入碗里。接下来做个葱姜水，碗里放入切好的葱姜，用擀面杖捣出葱姜的汁水，放入八角，倒入热水浸泡十分钟。再来做一个汤底好吃的关键葱油，准备一段大葱切成葱花，一小块姜拍扁剁碎，半个洋葱先切成片，再切成末。 几瓣大蒜拍扁切碎，切好后一块放入盘里。锅里倒油，油热倒入切好的葱姜蒜，小火不停的翻拌，充分的熬出里面的香味。熬至这样金黄干香就可以了。盛出来倒入碗里晾凉。现在来调个馅，适量食盐、鸡精、少量的十三香、胡椒粉、两勺生抽、一勺蚝油、一勺淀粉。 浸泡好的葱姜水分多次的打入肉馅里，每打入一次都要顺着一个方向搅匀搅透。做馄饨馅要多搅一会儿，吃着更嫩滑。最后搅得这样上劲，放入切好的葱花，倒入适量的料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这样馅料就调好了。准备好了馄饨皮。 中间放入调好的馅，面皮的角对角对折一下，翻过来再一角抹上清水，再折过来捏严实就包好了。这种包法既简单又快速。全部包好后放到面板上，再来准备一下汤底。碗里放香菜末、紫菜碎，适量的食盐、胡椒粉，一勺生抽。 再加一勺刚才熬好的葱油，一小把干虾。锅里水开，下入馄饨，盖上盖子。水开，用勺子的背部轻轻的推动。围着锅的周边倒入一勺凉水，再盖上盖子，再次煮开，和第一次一样，打入一勺凉水。就这样重复打入三次凉水就可以了。 最后再次烧开，舀几勺汤水放到汤碗里，汤底里浇上汤水，把煮好的馄饨倒入。馄饨这样做鲜香嫩滑，还是说比外面卖的还好吃。天冷了来上一碗，浑身都暖乎乎的。一次也可以多包一些馄饨，放在冰箱里冷冻保存，随吃随拿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